时间差不多，因为我们今天主要的这个参会者可能来自于中国，所以我们主要的语言会用中文，但是我们会是一个混合的语言，我们有些关键的地方我们会用英语。 Consider the majority of the attendees might coming from China, so we will use Chinese as a major language, but we will also use English in some major part. Okay? Hope you can understand. 那接下来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周鸿飞 Feynman, 来自微软，在微软 Azure 做软件供应链安全。今天讲的这两个项目呢，也是特别是 Ratify 这个项目，也是我在微软深度参与的一个开源项目。然后我们近期也是跟阿里云在社区有非常多的合作。接下来邀请我的搭档大虎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阿里云容器服务的大虎，主要专注在容器安全相关的一些开发和设计的工作。好，今天也很荣幸和飞曼一起来分享我们的 session。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使用Gatekeeper 和 Ratify 实现可配置的供应链安全策略。然后我们会着重跟大家聚焦聊这四个话题啊。We will be focusing on these four topics. The first one, why software supply chain matters. The second, we'll be talking about the popular open source projects and framework in the industry and CNCF ecosystem. Next, we will be discovering how to use Ratify and LPA Gatekeeper to help secure your software supply chain. And we will also share a lab demo with you. OK,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在我们的这个传统的，其实供应链这个概念大家知道其实不是一个新的名词，可能在几十年前就有了，对吧？比如说在生产制造，在食品行业，其实供应链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流程。比如说在我们如果想去造一辆车，大概率这些企业它不会一家企业把所有的事情都干了，可能会有不同的供应商来干不同的事情。那在最开始呢，可能会先由一些供应商去采购一些零部件，通过这些零部件呢来组装和装配成一辆车。所以其实在传统的供应链当中，可能会有零部件的采购、组装，然后再到检测、安全检测，然后最后再到成品车，对吧？它可能是一系列的流程。其实在食品行业也是这样的一个流程。那到我们的现代的软件开发行业，也会分为这样的一些流程。比如说在最开始，可能大部分的软件公司不会选择去从零造一个轮子，大家可能会用到一些成熟的或者说一些社区的框架和开源项目作为你的依赖，来构建你的业务和你的软件。所以我们可能会用到很多依赖，然后呢，你可能通过这些依赖跟你的业务代码相结合来构建你的系统，然后最终通过互联网把你构建的软件分发到世界各地的用户，对吧？这个图其实非常经典，是来自于 CNCF 的 Security White Paper， 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白皮书。但是呢，在我们现代的软件开发过程中，它可能会在各个环节会有一些供应链安全的隐患。比如说在我们最开始啊，在这个依赖的获取和构建当中，就会有一些潜在的供应链安全攻击的风险。大家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的最近的一次事件是 XUtils， 发生在今年三月份。当时也是微软的一名工程师在使用这个 SSHD 的这个软件依赖的时候，发现了这样的一个踏包里面存在 XUtils 软件包的一个后门，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软件供应链安全的投毒。然后在其次呢，在构建这个环节，其实还有一个非常知名的 incident。比如说在去年的三月份 OpenAI 的 ChatGPT， 大家可能都用过 ChatGPT 对吧？在去年三月份 ChatGPT 的用户，他可以不同的用户之间可以看到对方用户的会话和聊天记录，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信息泄露。
啊，那它这个信息泄露它背后的一个原因，导致 ChatGPT 宕机一整天的原因，是因为 ChatGPT 它用 Redis 作为缓存，它这个 Redis 的一个 Python 的库存在一个漏洞，导致这个 OpenAI 啊 ChatGPT 这种易活的软件被宕机了一整天。所以说其实供应链安全它不发生还好，但它一发生，它的这个影响就是核弹级别的，可能会影响到成千上万的用户。那讲到这个依赖的构建这一块啊，可能很多公司会用到一些第三方的开源软件，那大家可能会关注它的 license。 那最著名的就是在今年上半年 HashCorp 这家公司把他们所有的开源软件啊都改成了一个商业非常严格的协议。这里有大虎，你在阿里云有没有一些踩坑的或者说一些经验跟大家去介绍一下？是的，因为我们有很多海外客户，包括一些重大的客户也会用 HashCorp 的 Vault 作为这个密钥管理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工具，但是出现这样的 license 问题，很多客户也被迫迁移到我们云上的一些 KMS 服务做一些方案上的迁移。像刚才费曼介绍的 XZ 的这个漏洞，也是当时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也是收到了很多安全工单和相关的一些咨询。可以说是像这种非常底层的一些软件包的漏洞，通过供应链会将这样的危害传递到这个千行百业的客户中。我记得 HashCorp 当时改了它的 license 以后，微软的 compliance team 就第一时间给我们发消息，让我们去检查一下我们的软件当中有没有用到 HashCorp 的这个 BSL 协议的软件。所以当时我们很多团队要花很大的功夫去扫描和检测我们这些软件依赖当中有没有存在 BSL 协议的 HashCorp 的组件，对吧？这个其实如果是有预先准备工作，那这个时间可能还好，但没有的话，我们可能要花大量时间在这些软件包的追溯上面。那其实在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存在一些安全攻击的风险，这里我就不一一去过了。 OK， 这里有一份报告是来自于新思科技在今年上半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他有提到说他们在他们 采纳调研的一个样本当中有 96% 的这个代码是包含开源组件，然后呢约有 53% 的样本代码是包含不合规的或者是有冲突的软件 license。 我相信大家或多或少可能在企业内部可能会收到过其他像安全团队啊、合规团队的一些压力啊。这里我想先问一下，我们现场有多少人在所在的企业或者是软件开发的流程当中曾经被安全漏洞所影响过或者说被攻击过，有吗？麻烦举个手，我想做个小调研。 I want to have a short survey to see how many people that your organization has been affected by vulnerabilities or security attack in the past few years. Yeah, please raise your hand. Yeah, 1, 2, 3. Okay. Not so many people. Okay. 其实软件供应链安全一直是一个叫好不叫座的事情啊，就是当我们企业内部可能会有很多自上而下的压力，会去 push 大家说，哎，来自安全团队会告诉你不要使用这些不合规的开源软件，可能来自你的 security 团队的经理告诉你不要再使用任何外部的过期的容器镜像，特别是从一些公共镜像仓库拉取下来的，还有比如说你的 policy 团队告诉你不要使用任何有潜在漏洞的依赖和软件，对吧？但他不会告诉你什么东西可以用，什么东西不能用，这是一个很模糊的要求和规则。那接下来我们会去跟大家探讨一下在 CNCF 生态以及在我们这个行业当中有哪些比较流行的开源项目和框架。So next, we'll be discovering the open source solutions and framework in the industry and CNCF. Okay. 首先，在左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微软在去年发起的 Container Secure Supply Chain Framework. 这是一个容器供应链安全的框架。
它提供了在五个阶段啊，五个阶段的不同环节的一些最佳实践。这个链接我放在这个超链接我放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在你的手机上通过这个 schedule 的官网下载我们的 PPT 来获得这个链接。右边呢是在2021年谷歌最早开源的这个 Celsa 框架， Celsa 也在社区非常非常流行，目前是在 OpenSSF 孵化，然后呢它也规定了，它也提供了一些不同的 levels 给开源项目和企业提供安全等级的参考。这两个框架其实作为很好的一个入门的参考是比较推荐大家去看的。那在 CNCF 这个 landscape 当中也会有很多项目跟安全和合规相关的项目，其实是百花齐放的一个生态啊。这里我给大家归了类，如果是大家对 security 项目感兴趣的话可以拍个照回去再细细研究一下。这里我把它分为从签名和验证，然后再到镜像和制品的分发，再到这个 SBOM 的生成，然后再到 provenance attestation 的生成，以及策略引擎管理、准入控制、运行时安全和漏洞扫描。我在每一个细分的领域我列了一些我认为口碑还不错的开源项目，我是从一个比较中立的角度给大家去做了一些调研和一些推荐吧，大家可以在会后去对这些项目有一个研究。但今天我们会 focus 在这几个项目上，在这个 OPA Gatekeeper、Ratify 和 Notary Project 这三个项目上。那回过来我们去看过去二三十年在我们的数字世界当中，我们怎么去确保我们访问的网站，对吧，访问的一个浏览器当中访问的一个网站是安全的，是可信的，我可以放心的在一个网站上去下订单购物，对吧， online shopping。 那这个时候我们一般会打开浏览器去看一看它左上角是不是有一个盾牌，一个绿色的小盾牌，去看这个网站是不是受信的。然后呢我还会去点击一下这个，如果我想看一些细节啊，我会去点击一下看这个盾牌里面的内容，比如说看它的 CA 证书，看这个证书是不是受信的，是来自于哪一家供应商签发的证书，对吧。那在容器时代啊，在这个 containerization world we're gonna use the supply chain artifact to verify the images and artifacts, right? So for example, we're gonna use signature, SBOM, vulnerability scanning report, provenance attestation, and image lifecycle metadata, things like that, to make the content verifiable to our customers, right? 那右边呢，其实就给大家展现在容器时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确保你的镜像是可验证的，可以被受信的。好，我们接下来会去深入给大家介绍三个项目，三个 CNCF 的明星项目。这个三个项目也是我们近期跟阿里云在开源社区有非常深度的合作。那大家肯定非常好奇，其实阿里云跟微软 Azure 是竞争关系，对吧？ We are actually competitors, right? 但为什么我们作为竞争对手我们可以很开心的很和睦的在开源社区合作，其实这个就是 the power of open source, open source community, right? 其实我们还跟 AWS 跟 Venafi 国外的一些大的厂商在社区有合作啊，这些其实都是因为开源社区的一个魔力，能够让大家连接在一起，也能够让大家既竞争又合作，相爱又相杀。这里呢多啰嗦了几句，讲到这个 notation,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镜像签名和验证的工具，它提供了 CLI, SDK 和这个和这个一套事实标准来帮助大家去使用和定义你的镜像签名和验证。这里我列举了一些大的 contributor 和 adopters。 那 Ratify 呢，它是一个准入控制的验证引擎，它可以跟 OPA Gatekeeper 协作来让你的 Kubernetes Cluster 变得更加安全，它可以跟 OPA 的 Gatekeeper 来定义一些可配置的安全策略，来告诉你，来让你配置哪些镜像可以被部署到你的 Kubernetes Cluster, 哪些不允许被部署。
非常灵活，而且它不仅支持对 signature 的验证，它还可以支持对 SBOM 啊，甚至是这个漏洞安全扫描报告的一个验证。那接下来呢 ，Gatekeeper， 因为阿里云早在2021年吧，就对 Gatekeeper 有非常深入的调研和采用，所以我接下来会邀请大虎给大家去介绍一下 Gatekeeper 的一些信息。OK， 好，感谢飞曼。Gatekeeper 大家应该也很熟悉了，应该是社区最早的一个，也是受大家欢迎的一个策略引擎相关的一个项目之一。那么用户可以通过CRD 的方式来在 K8S 集群中真正的将策略引擎的 enforcement 呀，包括 real time control 这样的能力集成到我们的 K8S 的准入阶段。那么用户可以通过constraint template 这样的CRD 去将一个策略引入到 K8S 集群中啊，同时通过 constraint 这样的CR 去真正的实例化，在集群中实例化一个策略模板。那么Gatekeeper 呢，除此之外也提供了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特性，包括Gatekeeper 支持多种的 policy 的 driver 啊，包括一些常见的策略语言，包括 Rego 啊，还有 Sail 啊。同时 Gatekeeper 面向开发者也是提供了很多标准的函数库啊，来去帮助我们的开发者丰富这个策略的表达啊。同时 Gatekeeper 也支持这个原生的这个 External Date Provider 这样的机制，能够让用户去自定义的对接外部的一些 provider 的后端。同时 Gatekeeper 也有这个audit 的丰富的这种日志的能力，去让用户去在当下去发现有哪些资源不符合当前定义的这个策略。总之这些特性都是帮助我们这些企业客户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手段吧，去校验这种集群中当前的一些安全的配置包括一些合规的要求以及最佳安全实践的一个实践。这是我们阿里云的一个策略治理方面方案的实施的一个介绍吧。首先在这个 Gatekeeper 和 OPA 实施之前，我们其实是在2020年最早是在我们的一些重点客户上开启了我们的 PSP 这个原生的一个策略。大家知道 PSP 其实是K8S 社区原生支持的一个特性。它的优点就是在集群创建的时候我们可以默认开启，当然随着这个客户规模的增长或者集群规模的增大，我们也是在发现了很多 PSP 在生产环境上的一些问题，就包括我们在一些大规模的集群中可能会发现这些策略的实施会变得非常复杂，同时它完全不具备可扩展性另外在一些另外我们知道这个PSP 在社区长期是处于一个 beta 或者是待废弃的一个状态可以看到无论在业界啊或者是社区都是在寻求一个更为稳定和更为有效的这个策略治理的方案。那么到2021年随着这个 Gatekeeper 社区的一个成熟我们就转而去基于 Gatekeeper 和 OPA 来去真正的落地我们的策略治理的方案。那么这里呢我们其实之前已经介绍了 Gatekeeper 一些关键的特性，那么在这个方案上线的初期我们其实也遇到了一些设计上的挑战，包括怎么去面向客户去降低他们学习 Rego 这个语言的学习的成本另外是怎么像把 Gatekeeper 这些关键能力集成和我们的这个云服务做一个深度的集成从2021年到至今吧，我们在其实一直在基于 Gatekeeper 的策略治理能力做一些相关产品能力的一个迭代包括我们面向客户提供了很多这种预制的策略模板面向了不同的安全场景，来力求帮助客户去降低学习策略语言的一个成本同时我们也是在控制台上提供了这种可视化的一个界面，能够帮助客户通过这个表单的方式来去提交自定义的一些参数，能够在集群中部署这个多实例另外我们也是提供了一些real time 这种实时的去查看这个 policy enforcement 以及这个 violation 的一个状态的页面，能够帮助用户快速的查看当前集群的一个安全治理的状态。同时我们也是和阿里云的丰富的这个日志以及审计的服务做了一个深度的集成，能够帮助用户提供一套相对完整的一个安全治理的一个方案在当然随着这个规模的也是不断增长吧，我们也发现这个 Gatekeeper 这种基于 Webhook 和基于这个 Controller Base 这样一个架构，它可能会遇到一些实际大规模场景下的一些性能的瓶颈以及一些稳定性的挑战
当然社区也是发现这个问题，并且在 1.26 的版本中推出了这个新的这个右边的这个策略治理框架，叫 Validating Admission Policy， 这样一个新的策略的框架。那么这个新的策略框架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它不再需要这个在集群中部署额外的 Web Hook 以及 Controller， 也因此可能会就带来更好的性能另外也是新的这个 Validating Admission Policy 也是基于这个表达式的策略语言叫 Cell 它相对于我们传统的 YAML 这样的策略模板可能更具有丰富的这种表达性以及可扩展性同时社区在 1.30 版本已经将这个 Validating Admission Policy 置为一个稳定的 feature 在这个未来在 K8S 的resource 的 validating 的方向上应该也是会成为一个事实的标准为了验证这个 Validating Admission Policy 的这样一个性能的表现我们也是在我们的测试集群上做了一个性能的 benchmark testing 大家可以看左边和右边是这个 Gatekeeper 和 Validating Admission Policy 的一个性能对比先介绍一下我们的测试环境我们的测试环境是一个三 master 三 worker 的一个标准的 K8S 集群左边的 Gatekeeper 这个方案呢其实我们的后端就是一个默认情况下三副本的 Gatekeeper 的 pod 它的resource limit configuration 是 EU512 兆的内存那么我们的测试场景是会创建大量的 namespace 然后通过我们预置的这个 namespace 删除保护策略然后在这个压力的并发的删除 namespace 请求下我们看一下两个策略的表现两个策略框架的表现是不是会有策略逃逸现象的发生的出现所谓策略逃逸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策略是 namespace 的删除保护嘛就在这种高并发的场景下是不是会有真正发生有 namespace 误删除的情况其实这也是我们很多企业客户开启这个 namespace 保护的一个原因吧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测试的结果左边 gatekeeper 的话是在这个当我们的删除的并发请求达到880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些策略逃逸的现象的发生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些关键的 namespace 被误删了右边是 validating admission policy 的测试结果当这个压力到这个 APS server 其实本身 APS server 本身的 QPS 的峰值1800的时候仍然没有任何策略逃逸现象的发生从这个在我们测试集群上的结果也可以看到validating admission policy 的性能表现在我们的测试集群上至少是 gatekeeper 的两倍还要多回到我们制品安全这样一个主题上其实我们阿里云也是当下也是提供了两个预置的这个制品安全保护的一个策略首先在左边是这个基于这个镜像白名单的一个防护的策略我们在集群中只允许部署这个在白名单范围内的一些镜像中间是我们基于gatekeeper 提的那个 external data provider 这样一个机制对接了我们云上的这个云安全中心的服务然后通过云安全中心服务提供的这种静态安全的扫描结果去主动拦截一些有风险镜像的部署以上这两种策略其实在无论在我们内部还是外部的客户中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我们也有统计在所有的 ACK 就阿里云 ACK 集群上每天大概有 100K 这样的 violation 这样的一个 audit 的记录当然对于一些比较高阶或者比较资深的一些攻击者来说以上两种策略其实都有被 bypass 绕过的风险所以我们其实需要在这个整个供应链的阶段提供一个更加通用的基于 OCI 制品的加签验签的方案来保证我们集群中真正部署这个制品的完整性安全性可信性我们讲了这么久的理论那其实大家知道林纳斯有一句非常知名的话叫 show me your code 那接下来我们就 show me your code show me your demo 好吧我们就来一段 live demo 但在 live demo 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 notation ratify 和 OPA gatekeeper 他们之间究竟是怎么工作的这张图呢其实它很好的去把 notation 和 ratify gatekeeper 在这个软件开发生命周期当中的一个集成是怎么结合进去的把它描绘出来其实在镜像构建完毕以后你会看到你可以用到 notation 去对你的镜像进行签名然后这个时候可以把你签名过的镜像和你的 signature 一起通过 ORAS 把它推送到你的 OCI registry 比如 Harbor 或者说你在用各个云厂商的 registry
然后到了 registry 以后呢，你的用户就可以去拉取你的镜像，并且在拉取的过程中去做一些验证。那在验证的过程中呢，就可以去用到 Rollify 和 OPAK Keeper。 Rollify 这里起到作用就作为一个外部的 data provider 来帮你去分析和给 Gatekeeper 提供一些它的分析信息，来告诉你的准入控制器啊，你的这个镜像到底是不是合规的，能不能够被部署到你的 Kubernetes cluster。 其实非常形象啊，就是在这个地方。那如果合规的话，那这个镜像就可以被部署到 Kubernetes cluster， 不合规它就会被干掉，它就会这个请求部署的请求会被 deny， 会被拒绝，对吧？所以它的请求就不会到 Kubernetes cluster。 通过一个准入控制的机制来让你有选择性的来选择哪些镜像可以被部署，哪些不能被部署。那大虎接下来会给大家去详细介绍一下在阿里云近期开源的 Notation Plugin 怎么去做签证签名，以及 Rollify 怎么在跟 Notation 结合去做验证。好，感谢飞曼完整的介绍。下面我分为两部分，首先第一部分我会介绍这个加签环节。在加签环节，首先开发者会构建自己的镜像或者 Helm Chart， 然后经过一些安全工具的扫描或者是一键的修复。对于这些已经扫描过的相对安全的镜像，我们可以使用Notation 去做这个镜像的签名。这个时候我们的开发者就可以使用 Notation 社区标准的这种协议去进行插件的定制化的开发，来对接不同的云上的 KMS 或者证书的服务。那么对于完成成功签名的这个镜像来说，对应的签名或者 SBOOM 这些 manifest 的信息中会有一个新的字段，叫 subject， 这个字段会去映射一个相应的这个镜像的 digest。 那么在这个 OCI 1.1 的新的规范下呢，仓库中也可以支持这个新的这个 referral 这个 API。 通过这个 API 呢，我可以帮助我们的 registry 或者是客户端去快速的列举一个镜像关联的所有，包括像签名啊、 SBOOM 啊这些相关的 manifest 信息。这张图是验签环节，我们基于这个 Gatekeeper 和 Rollify 的一个方案。那么当一个 KBS 请求到这个准入阶段的时候，我们的 Gatekeeper 会去基于External Data Provider 这样的机制去请求我们的后端做相应的验签。这里我们就引入了 Rollify。Rollify 呢，它原生提供了内置的不同的一些验证器。这样这些验证器呢，可以用于一些社区标准的一些加签工具，包括Notary 啊，或者是 Consign 这样的加签工具的签名的一个验证。同时 Rollify 也是提供了很多 CRD， 包括像 Key Management Provider 这样的 CR 去支持配置用于验证 Notation 签名的一些证书信息。那么在 Rollify 中呢，只会去允许符合这些签名验证的deployment， 把它真正的才去部署到集群中。那么不符合签名验证呢，就会做一个自动化的拦截。好，我们下面来看一个端到端的 demo。可以拿这个激光笔，我帮你播放。好。稍等。好，下面我们来看这个端到端的 demo。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刚刚开源的基于 Notation 社区标准协议的一个Notation 签名的一个插件。我们会去使用在阿里云 KMS 服务中管理的 MIAO 去做镜像的签名。我们回到一个终端，我们可以通过 Notation 的 CLI 命令去方便的导入一个我们事先打包好的一个 plugin 的 binary， 把它成功的添加到本地的环境中。然后我们可以使用指定的 KMS MIAO， 通过 Notation 这样的 CLI 做签名。经过一系列 API 调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签名已经成功了。我们可以通过 ORAS 这样的客户端去做这个 manifest 的查看。我们可以看到新的 subject 的字段会指向一个签名关联的镜像的 digest。下面我们来看一下验签的环节。通过阿里云 ACK 的应用市场，我们可以快速的去部署Rollify 的 Helm Chart。 我们可以看到所有 Helm Chart 中参数的一个说明，同时我们可以做一些自定义参数的配置，包括一些证书验证啊等等这需要的一些填写的参数。我们可以看到 Helm Chart 已经成功的部署在集群中。
这里我们到阿里云的这个策略治理的页面，我们提供了很多预知的策略，我们可以 enable 我们事先已经预知好的 ratify verification 这样的一个策略，我们在策略的 action 中选择拦截。好，我们回到集群中看一下我们在集群中安装的一些 KBS 资源。首先我们查看这个 gatekeeper 原生的 constraint template， 我们看到 external date 指向了 ratify 的后端，然后我们看到 ratify 的后端已经被成功的部署。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OPA 的 gatekeeper 的一个策略的 CR。另外我们是私有的镜像嘛，所以我们需要配置一些相关的拉取的 credential。这里我们到最后的部署环节，我们首先去测试一个我们已经签名好的镜像。点击尝试部署。可以看到 deployment 对应的 pod 已经成功的创建。那么我们还可以去这个 ratify 的日志中查看，相应的验签是不是被成功的发生。我们找到 ratify 后端的 pods。可以看到这一段日志是这个验签成功的一个标记。接下来我们会部署一个非受信的一个没有经过签名的一个镜像。点击创建，我们可以看到确实没有新的镜像被部署。同时 deployment 的状态也是失败的。我们看 deployment 的日志，也可以发现它的 setters 里确实是被 gatekeeper 和ratify 做的相应的签名的拦截。OK， 这就是 demo。OK， 我们的 demo 就到这里。最后呢，我们做一个快速的 ramp up， 快速回顾一下。其实呢，我们在刚刚的 demo 当中，我们看到对镜像的签名进行了验证，对吧？但其实 ratify 能做的事情远远不止这些，它还可以去验证漏洞扫描报告，比如说你用 Trivi 扫描的这个报告，它可以去验证。然后呢，也还可以去对你的 SBOM 文件进行验证，来检测有没有一些不合规的 license 和一些不合规的开源软件的引入。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没有时间去把更多的 demo 演示，大家可以去看 Ratify 官网 ratify.dev， 可以去看更详细的文档和 demo 视频。最后呢，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今天主要去给大家分享了为什么供应链安全如此重要？为什么大家需要去关注供应链安全的概念和它的一些挑战？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现在业内非常流行的开源软件供应链安全的框架以及开源项目。然后最后呢，我们去演示了 Ratify 和 Gatekeeper 如何结合起来帮助实现安全可信的供应链安全。好，我放了一些有帮助的链接放在这里，大家如果想体验 Notation、Ratify 和 Aura 和 OPA Gatekeeper， 可以通过这些网站的链接找到 Quick Start 来上手体验。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在线下去交流。我们还有时间吗？OK， 刚刚给我们计时的那个小哥好像不在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快速我们交流一到两个问题吧。Raise your hand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Yeah, please, Mustafa. Thanks for the presentation. How easy is it to swap one of those tools? For example, if, you know, I love Notary, of course, but assume I want to use Cosign for signature, or OPA, I want to replace it with Governo. How easy is it to swap between different tools to do those functions?Yeah, how easy it is or hard to replace any of those tools with others to do the same function? Or hard, how easy or hard it is in this solution? Yeah, maybe I can answer this question. So I think our strategy is flexible and open to any open source projects who are willing to integrate withNotary project and Ratify, right? On the signing side, I think Notary project can work perfect with not only Ratify and OPA Gatekeeper, it also works natively with Governo, right? We had integration with Governo
last year. And on this verification side, Ratify can not only verify the notary project signature, it can also works with the cosine signature and verify the cosine signature in Kubernetes deployment. Yeah. I think as it is native support, there's no replacement in this context. I think you can use those different solutions with notation and Ratify and OPA Gatekeeper. We are building the open framework, and extensibility is the first thing when we develop design this tool. Okay. Thanks. For the time reason, I think if you have any further questions, we can have offline discussion. 如果大家有更多的问题的话，我们可以线下再去交流，因为我们到时间了啊，正好5点钟。谢谢大家。